越来越不喜欢问爸爸数学题目了。每次我一问他，他总是教完后加上一句：“这么简单的题目，你怎么不会？想当年，你爸爸的数学都是100分。”张志明告诉我，他爸爸也常常这么说，而且连国语、社会、自然，通通都是100分，比我爸爸还厉害。肖明阳说，他爸爸以前都当模范生。